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好多我急着要推动的工作，我们团队要全力来推动，就是这些工作在我们这个团队没有办法继续执行。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好多我急着要推动的工作，我们团队要全力来推动。诚如我刚才所报告的，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高雄市的未来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把地图正面的看，左边中国大陆面积这么大，右边台湾这么小，但是我们把地图横的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神奇奥妙的事情发生。高雄到东南亚到东北亚都是3个多小时，高雄的未来最重要一条路就是国际化的道路。所以双语教育培养下一代的扎根动作是我们放心不下。再来照顾弱势族群，推动市政府整个招商引资，还有继续推动所有相关的工作，我们觉得又很遗憾，就是这些工作在我们这个团队没有办法继续执行。